首先是复活节快乐，现在是美国的7:41的数据，美国确诊了561708，治愈了42735，死亡了22123。美国是第50个州是怀俄明州，确诊是270，死亡是零，它的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所以美国所有的50个州都进入紧急状态了。加拿大是24380，治愈了7172，死亡了718。纽约，19288，死亡是9385，死亡率是4.9%，美国是3.9%，高一个百分点。新泽西是61850，死亡是2350。马赛诸塞25475，死亡是756。密西根24638，死亡是1487。加利福尼亚23207，死亡是675，死亡率是2.9%。宾夕法尼亚22997，是557死亡。伊利诺伊20852，死亡是720。路易斯安那20595，死亡是840。佛罗里达19895，死亡是461。德州13748，死亡是286，它死亡率是比较低，2%。乔治亚12550。死亡是442，康涅狄格12035，死亡是554，华盛顿州10530，死亡是501，马里兰州是8225，死亡是236，印第安纳7928，死亡是383。科罗拉多是7307，死亡是290。俄亥俄6604，死亡253。田纳西是5508，死亡是106。弗吉尼亚5274，死亡141。北科罗莱纳4590，死亡是90。密苏里4272，死亡是118。阿拉巴马3583，死亡93。亚利桑那3542，死亡115。美国的军队3366，死亡是13。它的死亡率是0.4%。威斯康辛3341，死亡是144。南卡罗莱纳3320，死亡82。内华达2836，死亡是112。密西西比2781，死亡是96。罗德岛2665，死亡是63。犹他2303，死亡是18。俄克拉哈马1970，死亡是96。肯塔基1963，死亡是97。华盛顿特区1875，死亡是50，特拉华1625，死亡是35，明尼苏达1621，死亡是70，爱荷华，1587，死亡是41，俄勒冈1527，死亡是52，爱达荷1407，死亡是27，堪萨斯1344，死亡是56。阿肯色1280，死亡是27。新墨西哥1245，死亡是26。新汉布什尔985，死亡是23。它有个海外领地叫 Puerto Rico， 897，死亡44。内布拉斯加791，死亡17。南德克塔730，死亡6。福蒙特727，死亡是27。内瓦霍印第安保留地698，死亡是24。缅因州633，死亡是19。西弗吉尼亚611，死亡是8。哈瓦伊
夏威夷499死亡是9，蒙大拿387死亡是6，北德克塔308死亡8，阿拉斯加272死亡是8，怀俄明270死亡是0，关岛133死亡是5，至尊公主号103死亡是3，钻石公主号49死亡是0。这是指它这个美国的威珍群岛，51死亡是1，北马里亚纳海岛111个死亡是2，武汉撤侨4死亡是0。然后现在是桑德斯退选，民主党是拜登出来。之前奥巴马没有宣布支持拜登，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后，奥巴马就大力为拜登助选了。拜登在现在在这个人气上是超过这个特朗普的，所以这是马上大选要进行了，有好的可以看了。另外是美国要从美国要撤回所有的海外的所有海外的公民，还有就是要撤出美资从中国撤出，日本也要求从中国撤出美资，而且还牵涉到要求赔偿的问题，所以这后面的事实是动荡不安的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怀俄明州给您带来的报道。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节目更加精彩，再见，拜拜。